然后现在是洗完之后的头发，这是它本身的自然卷，来开起来一下，你看起来很沧桑哎。你说因为自然卷吗？对啊，炸炸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帮它改造一下啦，帮它弄个韩系的造型。等一下韩系就是要这样，开一个，可以，这看起来很奇怪啊。现在要先上药水，把他的头发软化调整回来。那等一下我们再准备用夹子离子夹加热，把他的头发整个塑形。已经夹完了，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我夹了一个弯度，它虽然有自然卷，但是因为它自然卷是很凌乱的，那我们调整过的发流的话呢是什么，就是我们可以把要直的地方可以直，然后要有一点弯度的地方可以夹一个弯度，这样等一下我们设计完做完造型定型之后，它吹干就会变得是比较顺的，而且它不用刻意去抓头发就可以有一个型。好，那我们准备上药水啦。好，现在已经准备上药水在停滞了，那我们就等它停完我们来看成果吧。Go。好，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